我们今天特别讲到绿藻哈，我现在看到这种这样罐装，我觉得好开心啊！是绿藻其实很多，他们是用定剂的，要吃很多啦，要吃很多。那其实用吞的也很好，对，就表示大家观念是 OK 的。对，可是刚刚副座跟我讲说，早期有人把它当成像吃花生糖一样，爱挤点花生米，花生米一样哈，挤点挤点包。是，然后我们摄影师马上说，啊个嘴巴吃起来跟绿的，绿的跟吃脏脏包一样哦。还有哦，大出来的便便也绿绿的哦。重点就是表示大家普遍的概念都知道这是好的，那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太知道说怎么去养生。燕妮，你自己是医药记者，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那种养生的方法是用一种隐性的饥饿去虐待自己哈，可是身体是很不健康的。台湾是一个青菜很多的地方，可是为什么会大家都缺乏？你看早上啊，我们的那个三明治里面也没有青菜。然后你去外面吃也是很少青菜，所以这就是就变成隐性饥饿，我们会缺乏一些维他命 B 啦 C 啦，那些都是需要大量的。那你如果缺乏 B 的话，你的嘴角哪里就会什么嘴巴破洞，还有破洞啊。那你缺乏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是美白抗老最重要的。然后它，所以说那个像我就说我刚刚就是我从小就一直吃那个绿藻片，那我就觉得它那个绿藻片它就是有各种，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说它是绿色，我们就是有叶绿素，然后呢它又来自海，所以它有各种就是说营养素都可以补充，就青菜你加对，青菜你加啦，青菜你加啦，比起那种那个化合物做的那个就是维他命，我会觉得吃这个会比较心安，对，比较天然。所以这个天然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分。所以我们请一下这个副院长来告诉大家，这个绿藻呢，它100公克跟其他食物的比较，那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20倍，哇哦！然后还有很多矿物质，像钙质啊或铁质，也是其他。我们认为说，哎，这个钙质、铁质很多的这个蔬菜水果，事实上这个绿藻都赢过它非常非常的多。那另外还有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B 群，还有膳食纤维，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素，所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健丁宁也要教大家几招。运动做瑜伽，身体会更健康。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讲抗老嘛，就抗老是大家是全民运动啊，就是要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样抗老。是，那我先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呼吸法。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呼吸是最好的能量，是，就是能够好好呼吸非常重要。所以，那好的呼吸可以对你的血压会有调整的帮助，所以我教大家怎么呼吸，从鼻子吸鼻子吐，因为最我们常常用嘴巴呼吸，其实嘴巴呼吸的话，第一点你容易对喉咙会干，然后你嘴巴呼吸只到你的肺部，但是你用鼻子呼吸的话，你的氧气会直接到整个脑部，所以会快速让你的脸容光焕发，所以你可以试试看看，吸气用鼻子吸8拍。1、2、3、4、5、6、7、8，吐气鼻子吐8拍，1、2、3、4、5、6、7、8，你每天这样做7次，7个循环，你越做你会发现你的呼吸越来越长。对，因为印度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一个人的呼吸天生是固定的，你可以呼吸多少的数量是固定，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延长你的呼吸，就可以延长你的寿命，然后就可以抵抗你的老化。对，这是一个很快速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关身体的，就是我们瑜伽说了，任何头低于骨盆的动作都有抗老的效果，所以倒立是瑜伽之王嘛，因为你把全身都倒过来，你要倒立吗？我当然不是，太方便，扫一下翅膀。所以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让你很快速容光焕发跟回春的方法。是，好，你可以双脚轻松的打开，跟与肩同宽，把多一点的重心放在你的脚跟。好，吸气，你感觉先把自己站直之后，感觉你的脚底往地板推，脊椎往上延伸。吐气的时候，感觉你的头好像有个千斤顶，要慢慢把你往下沉，沉沉沉，沉到让你慢慢的让你的头低于你的骨盆。你好软、哦。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停一下。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像我这么软，没有关系哦，你可以弯曲膝盖，好，沉下来，弯曲膝盖，停留一下，然后再吸气，慢慢把你的脊椎卷上来。哇、哦。鼻子吸，鼻子吐。哦。好，吐气再来。吐气往下。对。然后吸气往上，吸气往上，
而且这个动作做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如果你慢慢做，你柔软度增加，你的你可以打直腿，然后呢，腿是你的第二颗心脏，你这个动作呢可以练到腿力，所以就是一 game 杀狗的艺术，一 game 杀狗啊，对啊，好，非常谢谢丁宁，谢谢丁宁哈，我丁宁用这个方法，我自己也试验过，哇，气血循环不够的时候，我爬起来他搞弄弓，我要是要慢，要慢，你要记得你吸气上的时候为什么吸气上来，因为怕你的血压不够，所以你要吸气慢慢的吸上来，我就透露了一点，可能。年纪也是不会，你做多了，你做多你会发现你的呼吸会更久，而且你会发现你这种低血压状态会比较少。我待会跟你拼，因为今天已经喝了一罐绿藻，可以哦，一定可以哦。希望大家能够长保健康，就是不要让自己衰老得太快。啊，人来你老家想即阵想紧哈，你会觉得人生的风景你都看不到，太可惜了哈。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贵宾，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很容易这样子下去上来就觉得对，因为女生天生低血压低贫血，对不对？贫血其实也是一种营养素不够均衡，对对对，铁质啊，还有蛋白。